这么多年，我一直都在让他受苦。他在地牢里为我受苦的时候，我无能为力。他明明在我眼前，可是我又不敢相认。相认了，我又把他拒之门外。他明明不肯，可我还是让他去了前线。如今得了瘟疫，我到底为他做了些什么？夫人不必自责，你为他做的一切，我相信他都会记在心里的。而他为你做的这些，一定是他自愿的。你可知道，我曾经多么的恨他？因为他跟我妹妹纠缠不清，我发誓，我会永远恨他。可是他一次一次义无反顾地救我，他明明可以和公主成婚，成为贵婿，可他为了那个让他蒙羞的华西夫人，他拒绝了公主。我不配让他为我这么做。别这么说，造化弄人，万般皆是命。是，万般皆是命。如今我被困在这儿，出不去了，就会死在这儿。我最后悔的事，就是没有抛弃一切，跟他长相厮守。如果我还能再活一次，我想跟他说，我不在乎他跟锦绣的过往，我不在乎他父亲给我下的生生不离。我只想公子是我见过最爱干净的人，我想问问他，这样折磨自己就是为了不见我吗？不是，飞白，真的是你，真的是你。